亚洲频道今天这么安静呢，都没人说话呢，你老来我们亚洲频道干嘛呀？你一天你摇头一晃的，你跟谁俩呢？你在这块儿，我可是五常，你五常个嘚儿啊，你五常，你咋五常的你自己不知道啊？那我们好歹还殖民过你们的吧，殖民过我们怎么了？我们不还是把你们打出去了吗？越南人现在很嚣张啊，你个美国佬，我说他没说你是咋的？我们没揍过你们是咋的？哎呀，没有中国和俄罗斯帮你们，你们能打过我们是咋的？别跟我说那没用的，一切以事实的结果为导向。你们没法赢，哪个我们没揍过？你们那么厉害，你们咋还让人家中国给揍了呢？那还不是因为你们几个太菜了，让我们以为我们很厉害了。我们寻思着，连你们我们都揍了，还差个中国了？完了就去侵略人中国去了是吧？结果让人家中国给你们一顿胖揍。那还不是因为你们前苏联一个劲儿的穿了我们，我们才去打中国的。再说了，输给中国不丢人，除了中国哪个国家干过我们哟？这位越南的小哥哥是把我们泰国忘了吗？忘了当初我们怎么揍你们的了吗？哎，你行了行了，你小点声吧行吗？鸡皮疙瘩都起来了。咱就说实话啊，越南这小球球确实猛了一批。那当然了，我们好歹也亚洲怪物房一小怪物。你等会儿，你管谁叫小球球呢？你就管你叫小球球呢？你地方不大，你一天瞎蹦的啥？你是没遇着我们韩国，遇着我们韩国，我们韩国能把你们韩国人腿毛都给你们薅没了，还你们韩国，你们美国爸爸都没干过人家，你跳出来了，显着你了？谁知道了？充其量就中国脚趾盖那么大的地方，还是小脚趾盖的，哪儿哪儿你们韩国人都凑热闹。这话说的，你们日本比人韩国大多少了？他们要是小脚趾盖，你们顶多也就是个二小脚趾头盖。你们土耳其人怎么谁都咬呢？我在这帮你说话呢，你反过来说我，我用你帮我说话了。你知不知道我最讨厌的就是你们日本人？二哥说的对，我们都讨厌日本人，没错，我也讨厌日本人。日本人挨骂都活该，一点眼力劲儿都没有。那油管五兄弟出现三个以上，就不要插嘴了。你看我们谁插嘴了？谁知道了？更何况他们五兄弟现在出现四个了，我们怕挨骂，我们都不插嘴的，不说话。你瞪大眼珠子跳出来了，不骂你骂谁？这大傻子。